没有吧，现在的。来看你们带了什么好。请进。什么好物？什么好东西吗？我今天其实真的超无聊的，就是有一堆的卫生棉，不同需求的卫生棉，然后不同需求的防晒。为什么要这么多？怕晒黑，因为它是很容易黑，很容易黑的人，超容易黑的人。好，很女生哎。对啊，然后跟它普通的化妆包啊。没有为了阿曼特别准备的东西吗？为了阿曼就是防晒，因为我平常不怎么擦防晒，但是我就是晒不能晒爆，对，不能不擦，就带了一堆防晒。好无聊哦，对啊，真的好无聊，有聊好无聊，我也很无聊啊，但我带也是带一些。是有让人有聊的吗？就这样子。对啊，然后跟一堆药。咔，剪掉，不要播了。真的很无聊哎。我看看你的多有聊来。我平常没有带这么大的行李箱，我就觉得来这边可能会可以买很多东西。买过，就这什么乳香啊什么的，所以我真的才故意带这么大。我的也是很空啊，就是要来双子店。你也蛮空，请问空在哪里？这边就是很多衣服，因为我不知道穿什么。对，你带太多衣服，就好像来很久哎。对啊，我们好像也蛮无聊的。是吗？啊，药品，我也是药品啊。然后鞋子啊，就是小可爱啊，啊这包就是盥洗用品，哎我也很无聊哎，怎么办？你是很多的无聊，还是很少的无聊？你要傻吗？你的头发不要戴到，因为我头发我很怕头发不顺啊，我很怕头发不顺啊，就太恐怖了，而且好怕，太无聊了。啊有啦，我有去机场买药膏，我们去机场买了酸痛药膏，因为怕我们。跑步之类，像他刚刚说大腿痛，对，等下就要擦。今天又开始痛了吗？对对对，我刚才换装完就结束了。对啊，这次可以擦一下，买的真好。自己说。好了，没有无聊，真的无聊啊。有人。好了，我们这一趴算了啦。有人很特别吗？还不知道，我们想说有趣的花絮可以放，不要浪费我们自己。你的跟我也不浪去。我们一起去拍片了。我们可以去跟你拍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对啊，可以走。那我们就对。走，我们去帮他开箱，因为他刚刚一直说，我要帮女生开箱吗？那我们去帮他开箱。什么制服？要干嘛啦？白痴哦！开箱，开箱，还是他先穿裤子？你要不要把裤子穿起？下面呢、啊？我没有看哦，我没看到他穿什么内裤。他穿这么长，我不敢，我一直想。